是不是你在最后一刻为了皇命，抢在他面前下了车，也抢走了他升华的机会？死的本应该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是你害死了思婷，是你害死了王姐，我的亲姐姐，亲姐姐。 心情，嗯，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坦白。什么事？其实，你先进。喂，什么事？你让我帮米女士办护照，我们对比了资料，她跟您交代的苏田女士，资料根本对不上。